真打死你！力气不小吗？哼，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小丫头身后的人族。再向前一步，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。 不愧是炎盟盟主，还真有些手段。炎盟与蛇人族本是盟友，你贸然动手，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？你血口喷人，有本事和我打一场，还不是我的对手。